是这样吗？是不是？哎，对对对对，佳怡佳怡，拍好了 ，OK OK， 好好好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来来来来，佳怡，怎么样？妈妈跳的怎么样？很厉害，妈你太棒了！真的吗？真的有这么好吗？妈，你要是再年轻个几岁，绝对可以出道当偶像啊！真的啊，真的啊！其实我跟你讲，妈年轻的时候真的有想过，哎，我想当偶像歌手。哎呀，真是的，一把年纪了，还参加这什么比赛嘛？哎，喝杯水吧。哎呦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那个，我很久没跳了，我怕我这身子骨吃不消。那我想我们的节目还是换成你们比较有把握的写书法吧。嗯，不换什么换？干嘛换呢？啊，你跳得这么好，为什么要换？到时候你一上台这么一跳，哎呀，肯定是惊艳全场啊！啊，不要换，不要换，只要我们加紧努力的练习啊，这个第一名一定是属于我们家的。我是不差了，可是因为爸你是个拖油瓶，拿不到洗碗机的。我，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没有我的话，我们家就可以有洗碗机了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刚才我明明跳得很好的，我都记住了，就是佳音，他刚刚害我分心了。这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干嘛拉我头上？是妈怕你累吧？哎，这个老婆啊，你放心啊，你不要看我这个满头白发，我是宝刀未老啊，而且我到现在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啊。那雨轩的学习能力都是遗传自我的，对不对？刚才我都记住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跳啊？然后转圈，对不对？啊，拍，然后什么？踮脚，然后比心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爸，你这样真的还好，而且你为什么只称赞哥啊？我也有遗传到你聪明啊，我呵。论学问论聪明都排在我后面，认命吧。告诉你，我以后能力一定比你强，你等着吧。哦，都结束了吧，那我们散会了。爸加油，不要拖累妈啊。你好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，不要再改来改去的了啊。我们今天就练到这里，明天呢，继续加紧练习，散会。我老婆说家里没葱啊，叫我来跟你们借点葱用用。借葱啊？哎，他干嘛？累的，哇，有这么累吗？一身大汗的。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在练外丹功啊。他外丹功干嘛这么吃力啊？叫外行你不懂吗？啊，这个外丹功啊是这个啊，很那个。你干嘛啊？你到我们家来是不是想打探一件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家葱姜蒜全部都用完了啊，你不用跟我借了，回去吧。哎，大宝，哎，你们这音乐蛮特别的，怎么了？这回才艺表演，你是想跳舞啊？这谁说我要跳舞了？大宝，不是我要说你啊，就你那个跳舞的那么菜啊，我随便叫个小朋友来都能把你电爆。谁说我要跳舞了？你不要瞎猜了，你走，你回去，请回吧。葫芦里卖什么药？我清清楚楚。练的都不错啊，再好好加油，我们一定可以拿到冠军的。加油！太棒了！嗯，谁啊？李大龙，间谍来了。李爸爸，梅姐，李大总，什么事啊？来借点酱油啊！
你拿那么大个碗公来借酱油，你是来抢劫啊？全球五大涡流带，这个家里面就你们父子两个人啊，还是食物，哎呦，生物通通吃，不错嘛，没想到佩杰年纪这么大了还爱看幼幼仔，是不是也想去当什么水果蔬菜哥哥啊？哎呀，童心未泯啊，好好好，不好意思啊，差一点呢，这个表演的内容啊都让你知道了啊，要表演这个啊？啊，这是障眼法吧？你以为我不懂啊？还想骗我？幼稚无聊。想来摸底啊？还早的嘞。不管是打搅了，来跟你们借点火锅料啊！火锅料啊！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老婆说你们家应该有冬天剩下的火锅料啊，让我全部借回去。那个过期的也没有关系啊。对对对，哎，对不起啊，火锅料啊，我们家没有啊，你不用看了啊。哎，不用看了啊，我们是不借，怕过期的东西啊，你们吃坏肚子，我们也赔不起。那不能这样，不然这样，你们可不可以偷偷告诉我，你们才艺比赛要表演什么啊？我会保密。哦，你想知道我们才艺比赛表演什么呀？啊，对对对对，无可奉告。8月29日，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门当户对，爱上你。